那你现在痛哪里？你跟大家先讲一下。这边疼，这边疼的最厉害了。这边一低头啊，一低头就疼。那、啊、这里也疼是吗？疼，哎呀，对。好，那这边疼着。我先跟各位讲，如果他说这里也疼，对不对？哎、对，这里一定画画一个平行线过来，所以他这里要不要推？这一段一定要推。然后他说低头的时候会疼，低头跟俯仰会疼，一定跟胸椎有关嘛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个，所以这里确定一定要揉开。那这里呢，这里枕骨，因为他颈椎痛嘛，揉枕骨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正的痛点就在枕骨下沿，揉开之后，那再把这里胸椎揉开，颈椎应该比较少问题，那这个整个就会开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做。好，您趴着。你这样多久了？四五年了，他有时候犯，今天就犯了，坐的时间长就犯了、哦。那这个好不好治疗？好治疗，揉完一定会改善，因为怎么样？它不是二十四小时。这个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哈、哦嗯。这个是不是也疼？疼。这里疼吗？这里疼是吧？好，那另外一侧哈、哦，这里疼吗？疼，这边疼就轻点。好，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啊，这里呢？疼。那这里呢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他背部这里疼嘛，哈，我们再把两侧揉开看看，这里疼吗？这里不疼，啊，这里呢？也还好。这一点疼了哈。好啊，这里呢？疼不疼？放松你的手，放松。这里疼吗？这里疼一点，好。啊，这里呢？我再帮你这样推开看看，这里疼不疼？这里疼，对不对？这里疼吗？这里也疼。啊，这里疼不疼？比较轻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呢？这里就轻了。好，那真正就在这里疼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放松。好啊，这一边我再看看，这里疼不疼？这边疼，疼。这比较轻是吧？好。哦，这里开始疼，好。这里都疼吗？到这里到下面还在疼啊？啊，这里呢？哦，到这里是吧？好。好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是。但是现在早上低头好多了。
有好多了是吧？嗯，好多了。对，嗯、你真正的痛，刚刚揉这里很痛，对不对？嗯嗯、你这里出了问题。嗯，这儿。对，啊，这里也是有绷紧，你刚刚揉也是很痛，嗯、所以你平常要多温敷。嗯。啊，现在比较松了嘛，哈、嗯。现在比较松了。对，那回去就是温敷，如果可以，给他这里头部稍微温敷，好不好？好。感恩你。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好，好，谢谢。